请听题。一杯敬朝阳，一杯敬月光，唤起我的向往，温柔的寒装，于是可以哎，歌名那个什么烧成你会吗？开始。好，来来来，第二组开始。好，来来来，第二组烧成眼底有霜，一杯敬故乡，一杯敬远方，守着我的善良，催着我成长。回答正确，回答正确。你们俩唱歌的区别好大哦。那你刚刚让他唱什么呢？我不会呀。应该不会再是我们了吧？我跳一个，你跳一个，然后咱俩猜拳吧。行，我。OK OK， 一二三 ，OK， 来。就这俩人还意见不统一，还有石头剪刀布。一二三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本来挑的还是迪哥。怎么样，智胜，智胜，斗志没被燃起来？没有，没有。下一题呢？说实话会有一点暴露年龄。是暴露我的年龄吗 ？No， 我们大家的年龄。来，请听下一题。当我还是小孩，听过吗？发现了。这是我们这个年龄的吗？蝴蝶飞吧，红蜻蜓，红蜻蜓。哎，什么歌啊？当我渐渐……哎，我这个有印象。丁，哦，17岁那年的夏天，17岁那年的夏天。17岁那年的夏天。为啥往后面了？然后呢？滴滴一点点。好，来，林一和浩存，来。17岁那年的夏天。哎，基本上错完了。来来，是17岁没错。17岁那天的雨季，没有那天，没有。我来来来，林一和浩存，17岁的雨季，漂亮。来，17岁那年的雨季，我们到副歌了，提醒一下，什么样的，什么样的，怎么会有？不会。什么样的年纪？有，我知道了啊。17岁雨的雨季，什么样的心情？对，往下。什么样的年纪？哎，有口音可以算对吗？什么样？什么样的？这绝对是对的吧？对对对，是。啊，对。什么样的心情？什么样的年纪？年纪。什么样的话语？什么样的哭泣？回答正确。什么样的话语，什么样的哭泣，这能算对吗？这唱成这样。嗯，行使你们的惩罚权利。来，第一题是谁答对的了？第一题是第一队答对的。啊，第一个啊，怎么会看那四个都有一种想按的冲动呢？你们觉得呢？来来，行，那咱就完了，完了，那不是咱们，真的是啊！别弄我，别弄我，求你了，我真的求你了，兄弟。智胜哥，智胜哥，什么？智胜哥。小心！没事吧？什么？哥哥，好，我们俩，好，没办法，老总的意见我不敢啊！哎，主要子韬一点准备工作都没做，是我没明白为什么会摁我，我就没有答对过题，让你参与一下，我连抢都抢不过你们，不是因为我现在不想有朋友，好。
你还有过这样的奢望吗？啊，我们特别提醒涛总和王蜜，好不好？加油啊！是能不能以旋律为主？哎，可以啊。他们旋律都不对，主要是徐志胜刚才那个太过分了，诗朗诵。那这样好不好？我们加一个难度，就歌词出来之后还能唱得更好的人拿到这一分，好不好？好，好。完蛋了，最后一题了啊！这个题型，来，请听题。稻香是吧？稻香，稻酿。哎呦，会。好。小心到，还有一句。来，涛总公司来。来，涛总公司来。不要哭，让萤火虫带着你跑。等一下，节奏啊！失误，别着急。刚刚自己强调了旋律，不是？等一下，他照着唱都唱错一个字儿。来。不要哭，让萤火虫带着你。能不能不要钢琴？好，给他换吉他。不要哭，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。哥哥，不是钢琴的问题。不要哭，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。这里。不要哭，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。好，来，来，稍等，一老师来个钢琴。不要哭，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，想见的歌谣永远的依靠，回家吧，回到最初的美好。稻香，那个刚刚徐志胜的和声太糟糕了，太糟糕了，导致这个不打分。不是，怎么还跟着怕和声了？现在稍等，这样的话，来程磊来一个。来程磊来一个。我可以说歌名。你来一个，你唱一个。不，比谁唱得好？现在是。来，加油，程磊来，让大家欣赏一下哥哥的歌声啊！对，哥哥的歌声，来。不要哭，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，想见的歌谣永远的依靠，回家吧，回到最初的美好。不容易。好，没想到还行，好失望。还有谁要竞争吗？还有哪组要来？林，你就一起，行。不要哭，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，想见的歌谣永远的依靠，回家吧，回到最初的美好。好听。这样的话，来，那个涛总公司来一个，来。不要钢琴。不要哭，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，想见的歌谣永远的依靠，回家吧，回到最初的美好。该说不说，这一题应该是我拿下了吧，兄弟。确实不该说，哥哥，确实不该说。该说不说这句话可以我们来说。兄弟，我一分都没有，是不是可以让给我一分？给我一分行吗？何老师，我们这是唯一一个有和声的。是这样的，我个人觉得唱得最感动、最让我想回家的是林一。什么？他唱完我们想回家是吗？对，但是这一分我要加给王子韬、王赫润。完了，白唱没用。完了，就想看杨迪跟徐志胜用，哎，他们俩很纠结。他想让我跟徐志胜一起掉。涛哥，你有钢琴唱也好听。我们，道具老师，其实我特别喜欢电击，你知道吗？来给他试一下。别不。